弟弟，你今天要开箱什么？这个是普拉内鲁的创口贴啊，普拉内鲁的防水创口贴哦。那我们打开来看看好不好？好。我就知道是防水的嘛。真的哦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来，我帮你打开。你要从哪边打开？要不要从上面？从上面的话，你这样打开才不会那么丑，好不好？上面有位置打开吗？有有，我帮你打开。哎，哎，打开了。哎，也打开了。OK，来看一下有几个。来，帮我拿好。哎呀，拿出来了。你看，有布拉瑞鲁这个。对，这里弟弟，你看，你再看，这些都是创口贴哦。那你要贴哪边？我帮你贴。你选一个，你选一个你喜欢的，我帮你贴好不好？选一个你喜欢的图案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掉下来，这个就这个的好不好？这个看起来就是个很棒的高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会不会撕开？不会。不会啊。嗯，这里有个开口，你把它打开来。有吗？你有找到吗？有个开口，你把它两边撕开来就可以了。加油！好棒，好棒！有有有有！哇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！哇，打开了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你上面这个也给它撕下来，这个撕下来，上面这个。哇，这个是什么车啊？这个好像你有，这台车你有哎。好，那我们来贴吧，贴在你的手上，来，这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把一边给它撕下来，你先一边帮我固定，然后这一边我们再给它撕下来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好了，哇，贴好了，贴好了，贴好了，你把这个高铁的创口贴贴好了，成功。那你其他的收起来，我们以后还可以用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其他的给他说好，好，我们以后就可以用了哦。好，那待会如果说你要洗澡的话，你就先给他收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再重新贴一次哦。好，这是防水的吗？对，防水的啊，防水的啊。爸爸手表也是防水的吗？是啊。